已经很好，地主没理由再反对。而且这项土地发展项目也能解决很多问题。鉴于沙拉越现任州元首 Dun Abdul Talib Muhammad 请假，沙拉越州议会议长 Dato Amar Muhammad Asfia 今天正式在沙拉越王宫宣誓就任为代州元首，他将。